表演者啊，杰西，对，小一点，杰西 ，Michelle and Vivian。
就要明年了啊，记住。我们下一个节目是何一老师的学生古筝表演，表演者严心怡、张友谊，表演的曲目是《春到拉萨》，两个都是，大家欢迎。Thank you.